发，启发，对，不要一见面就喷太多。后面难看。白雪纷飞，拼散时间，放眼望去是沉寂。Snowman, come on, let's go and play. I never see you anymore. Come out the door, just like you've gone away.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, but now we're not. I wish you would tell me why.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 It doesn't have to be the snowman. Elsa, please.People are asking where you've been. Elsa, 赶快出来吧！我想要跟你一起盖雪人。就算我身体变得很虚，就算我头发变得很白，我都无所谓的。Elsa, No, please go. I can't control my magic. Elsa, I will hurt you. It doesn't matter, Elsa.你规个男人的不低不高，你就是讲本身是苦命姐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调皮捣蛋，我知道你要撑场面啊 ，get 出来了你。无啦，啊我就你放放无，啊唔放紧紧。
是安娜啦，安娜，我应该要早一点出来的，安娜，我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，安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安娜。人家心仪久久才来一次，你现在等到这边，人家怎么唱歌啊？而且你这样手举得很难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好看，那个导播镜头怎么带？整段剪掉啊！好了啊，我救你啊，不然我们大家也搬不动你啊！来，我救你啊，来，安娜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哦，安娜，太棒了，安娜，回来就好，没关系。我不准你这样说。我没想到你是个双面人啊！啊，我刚刚在那边被冰冻是冰冻，我耳朵可是没聋啊！哈，讲我什么很难看是不是？你也不是喷到镜子，你看你穿的什么衣服，还不穿肉胎，你说我难看，你更是难看加恶心。我知道你后面还有一段 solo， 所以你先去就定位置，来，这边请解冻了。抓你这样，对，好漂亮，阿伯，你怎样？对呀，沙龙魔 ，Elsa 跟安娜贝尔是吧？安娜贝尔，我们那个是省钱版的。不是是，你看还安娜，这明明就贝尔啊。贝尔嘛，很难看啊。哎，这个跟这个弦乐简单的乐队老师啊，大家一起演奏起来，这个感觉很不错。舒服了，对，有吗？有舒服吗？对，舒服。所以这告诉有一个启发，启发性。对。不要一见面就喷太多，后面难看没了，对，难看嘛，场面抓没出来。他的魔法，他的魔法，我当然是他，一见面就喷快完了，被抓抓魔没了，他不爱抓过音乐。哎，那最后最这个音乐最高潮的地方喷不出半点，喷不出来，没了，最后两管一起冲了，没了，来来来，一个，怎么看？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汉尼哥有代言那个。止汗剂嘛，我觉得那个广告位很卖哦，可以来聊一聊嘿。那整个画面呢，哎，真的好带回那个动画里面，真的。啊，你们歌词写的还不错。其实他这一首歌，因为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说，就是要填中文歌词这件事情难度很高，咬文嚼字很难。但是刚刚好，我觉得 Lady Go 的中文有刚好对到原本 Elsa 的嘴型，所以那时候对嘴型最难。我只有看那个一部分的画面，所以我等于就是要跟他一起比那个手势。当然，所以这些 pose 你都很想，这个我最能感受了。以前那个 Eddie Murphy 是艾迪墨菲，是对不对？木须龙，你看 Coco 刚离开，哇，对对对，其实跟他跟李玟一起工作的几率我算高的。我们还有一次，我跟阿雅，然后我们录一个外景，因为以前综艺节目比较欧北乱按尺度比较大，开心呐。我们那个任务就是说，什么任务？要有一个人，然后要冲过去，然后摸他的胸部，看真的假的啦。什么荒谬的？这是什么单元？然后就是阿雅要冲过去，然后摸人家胸部，这个很不礼貌。我拒绝要录这样的东西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来。重点搞错了，白痴。然后跟李玟啊，跟 Coco 姐，哎，玩得很开心。对呀，是的，搭讪嘛。也有录花木兰的主题曲 Reflection， 对，他就是演花木兰，那我就是他肩膀上那一条木须龙。对对对，那时候听到他唱自己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每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想要，就是有机会可以唱到迪士尼动画的歌，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每个女生的梦想。寻找我自己。去，为爱放手去。
很棒啊！你看外貌就毁了一个这么好的歌手。我那他毁了很多，毁得太彻底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段比较 OK 哈。哎，我觉得超赞的，超赞的，而且你的服装也太用心买，该不会这是去 Disney 买？部门大叔刚第一套的衣服是我个人的，要就整套的自己的衣服，包含那个袋，包含那个小袋子。